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今天要来造访大龙洞。刚从我家骑 Ubike 到圆山，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。现在就从这里出发，第一站先前往台北市孔庙。万仞宫墙，人心门，门板上不画门神，设有108枚门钉。仪门，仪门又称大成门，为进入大成殿的主门。大成殿。我记得13年前参观彰化孔庙的时候，导览人员跟我说，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拜文昌帝君，其实拜孔庙也很灵。我当时听得笑而不答，他大概察觉了我的笑意，连忙解释说，当然孔子是不迷信的，并不主张这种拜求的方式。离开台北孔庙，我现在前往大龙洞保安宫，就在前面。大龙洞保安宫，这是大龙洞最有名的庙宇。大龙洞保安宫应该算是古迹保存的最完善的一间寺庙。大龙洞保安宫主祀保生大帝，俗称大道宫。道光八年，道济群生。嘉庆乙丑年，同治十二年。44坎旧址，嘉庆年间保安宫前面曾经有44家店铺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前面是和安宫土地公庙，前面就是树人书院文昌祠。树人书院文昌祠，树人书院原本位于大龙洞保安宫内，日治时代迁移至此处。大龙洞有五步一秀才，十步一举人的美誉，所以树人书院文昌祠非常有名，很多学子考前都会来这边拜拜祈福。如果大家都来拜拜，会不会太为难文昌君呢？我家小东再过2个礼拜也要参加高中学测考试。天下父母心，总是感性多于理性。
我也入境随俗好了。文昌帝君，就麻烦您了。延平北路四段，晨月记。老师傅。这是晨月记宗祠，晨月记古厝老师傅，这历史古迹比我想象中的残破，树德之门，老师傅目前的处境应该是有一些法律纠纷吧。重庆北路三段322巷，啊，这边有红砖楼房，圆山文化遗址，圆山地藏庵，临济护国禅寺，我现在回到捷运圆山站了。今天大龙洞之旅环绕一圈大约3个小时，主要造访了几间庙，该拜的都拜了。今天的旅行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